两句就会下去，因为我的东西很复杂，所以我用影片呈现。然后，今天我有两件事情想要麻烦大家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。哦，我也想要收集大家拿着这个有对着镜头讲。如果你们待会结束有空的话，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行列的话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对着镜头说 ：“I'm from Taiwan， 我叫什么什么名字，我希望怎么样，我希望台湾怎么样，我觉得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。”你要推荐台湾也好，或是你想要台湾怎么变得更好都可以。我希望收集这些影片，我会做一年。去全世界就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计划不断的在进行，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得到大家的意见，所以你们愿意给我们一些加油打气的文字吗？如果后面我们有一个问卷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请拿一张，然后结束的时候拿给我们，我们会发下去。好，那就是不勉强。如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问卷的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预告片，还有这个计划。谢谢安夏局长，谢谢大家。麦克风直接放这里就好。
校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把原本90分钟的电影剧本浓缩成15分钟的规定。可是毕竟因为资源还是不完整，所以我们拍拍停停的，整个事情也有几乎要放弃的情形。我接到了另一场的电话，我是欣赏马克的冲劲与他的作品。那正好我邀请来自广岛的导演来台湾进行拍摄，那我就跟马克说，你需要一些资源？那马克说，需要，正好需要，因为他正在进行替身的拍摄。那同时马克也来担任我们这支作品的摄影师，于是两个导演一拍即合，成立了跨国的团队。还是跨国制作团队，听起来好像很酷的，不过其实就是两个没有资源的导演凑在一起。但是也因为透过这样一个资源整合，然后加上台中市政府很棒，所以我们在短短10年间完成了过去1年都拍不完的作品。所以拍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展，短短的2个月已经走过了8个影展，拿到4个讲座。那你哥讲是很高兴，可是刚才有他说你讲之后发生一件事情，让他决心开始大计划。1月份影展得奖之后，因为是全世界唯一都是他的作品，所以我就接受他的电视专访。主持人开场第一句话就是 "Let's welcome the director from Thailand"， 他以为我是泰国来的导演，全世界都知道 HTC， 知道 Acer， 都在用 Garmin 是导航系统。然后知道捷安特脚踏车，甚至大家都知道李安跟王健林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来自于地方叫台湾。所以我们决定跟着替身走遍百大影展。既然替身有这个荣幸用台湾的名字出国参展，那我们希望我们就可以尽量走出去，对全世界大声的说 ，I'm from Taiwan， Taiwan is not Thailand。我是希望能做多少算多少。虽然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台湾的地方，但是至少参与过那100个影展的人会知道。另外，在进行百大影展同时，我们也会建立全球性的横跨100个都市的影展联盟。如果匆匆只在自己的城市投了作品，经过某种审核之后，又能够同时被世界上另外99个城市的观众看到，那么这样一个平台才会真正对创作者有所帮助。每个城市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每个创作者的风格也不同。透过这样大范围的观摩跟交流，每个创作者就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舞台。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影展的高度，而是整个联盟的宽度与广度。目前已经有了香港、京都、澳门与广岛等数10个影展加入我们的影展联盟。我们希望可以找到99个盟友，全世界一起办影展。因为每个城市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审美观、价值观都不一样，所以其实透过影片的交流是一个互相认识很好的机会。透过观看影片，让对另外99个城市的文化有多一点了解，那么大家彼此就更加认识，互相了解、互相体谅、互相尊重。换另一个意义来说，它就是世界的和平。所以不管是为了《替身》这部电影，还是为了台湾，还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都希望这个计划可以进行下去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南拳妈妈的蛋头，非常的恭喜洪马克洪导演的电影《替身》能够入围了这么多的影展，谢谢洪马克导演把我的音乐带给全世界。《替身》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作品，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导演对这个社会的关怀，导演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。洪马克导演呢，他是一个很善于处理细腻情感的导演，然后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对每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很要求，是一个做工很细的一个导演的，绝对会是非常好看的一个作品。所以我也很期待《替身》的电影版。这次我们是洪场创意的这次的剧本，《替身》的故事非常的发展情思，非常的精彩，值得一看。洪马克导演也给我许多空间发挥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很希望往后能跟他继续有更多的机会合作。替身一路走来啊，都非常的艰辛，不管是拍摄的过程，或是录完过程，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很神奇的地方，大家想的都是说这场有没有拍好，或者说这场有没有拍到导演想要的感觉，可能是马克导演的毅力跟热情感动了老天，把大家感召在一起完成这件事情。Hello， 我来自台湾，我也来自台湾。因为《替身》这部影片，让我们知道了马克导演对于台湾电影的贡献，导演他对大家。
透过疫情这部影片让更多人知道台湾。Hello, I come from Taiwan. 我来自台湾。在未来的100个影展，你会听到我来自台湾100次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支持台湾，支持马克，支持 T 社这部电影，让台湾能够在国际上更被国际所认知，更被国际看见。更希望大家能够让其他的人国家的人能够把这个观念给改过来，我们是台湾，不是泰国。现在呢，8个国际影展有4个得奖，回到台湾来，我们现在要支持他，把微电影替身呢能够做到长版的电影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幸福非常棒的电影，为台湾创造一个美好的奇迹。高兴我同学愿意加入拍电影行列，希望你可以像阿赫一样坚持到就是坚持，要坚持，一定会达成梦想。希望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电影能够温暖世界每一个角落。台球妈妈在线上，我们现在以平均2个礼拜一个影展的进度，持续的在获奖。我们一定会走完接下来的100个影展，请大家支持我们。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马克，百大影展计划 ，Go Go Go！ 那希望呢，替身呢在走遍了百大影展之后呢，可以连连获奖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，替身加油！替身加油！支持你们，在！然后加油，替身加油！红马克导演加油！请大家支持红马克工作室，请大家支持替身，替身很棒哦，红马克超棒！亚洲造影人团队以及红马克，我们加油！替身加油加油！马克加油！替身加油！加油！替身为电影勇闯百大影展，加油！替身加油！替身加油！替身上电影院，马克我爱你！加油！替身加油！替身加油！马克加油！哇！